世人皆知，最早统一中国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我们不禁疑问，没有文打的地基，秦帝国的大厦怎会高筑？从秦国到秦朝，一个新王朝的缔造到它的轰然倒塌，这个历尽艰辛完成大一统的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但对于历史来说，它依旧是一次华丽的迈进。从史学研究的结果来看，秦统一中国虽由秦孝公与商鞅变法图强开其先，秦惠文王与张仪纵横捭阖成其序，然而真正的奠基者却是秦昭襄王与其相国魏冉。秦国地处关中一隅，要想顺利打开东出中原的大门，唯有和西北的少数民族以及南方的大国楚国搞好关系，才能毫无顾忌地攻韩魏以出中原。公元前293年，秦军与韩魏联军相遇在地处中原的伊阙地区，伊阙一战震惊六国。秦国是否由此打开了东出中原的大门呢？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女人说起。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和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息息相关。公元前307年，好武逞强的秦武王在力举周鼎时不幸被压断胫骨，伤重而死。年轻的秦武王在位仅仅4年，其死后由于尚无子嗣，王位的继承问题落在众多弟弟身上。秦国东征拓展疆域的战争才刚刚起步，西北边境又有强大的游牧部落义渠戎的骚扰进逼，严峻的外部形势不容秦国内部因王位之争而动荡。公元前306年，秦武王死后第2年，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嬴稷在其母亲宣太后和舅父魏冉的扶持下获得王位，他就是日后奠定秦统一六国之基的秦昭襄王，也称秦昭王。当时来说，秦昭王其实优势并不大，因为秦昭王当时在干嘛呢？当时他被作为人质派往燕国，离他的母国啊，离他的祖国秦国相去甚远。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宣太后以及他的舅舅魏冉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才使得这秦昭王回国登基称王。史学家认为，如果秦昭王多活20年，那么统一六国的不会是秦始皇。然而历史不容假设，秦昭王长达50多年的经营，对于秦统一中国来说，并没有如秦始皇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秦昭王初登王位之时尚年幼，由母亲宣太后主持朝政，魏冉辅政。史书中关于宣太后的记载不多，这样一位辅政长达41年之久的政治家，为后人所知的不仅仅是他大胆奔放的论政风格，更是他百无禁忌的政治手腕。也正是他的非常手段，为秦国解除了东出中原的后顾之忧。宣太后这个人呢，关于他的记录啊，首先让人觉得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干、非常有权谋的一个女人。当然了，就其相貌而言，我想恐怕也应该是一个美女。否则的话，他不应该会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发生啊。但是他并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这个人显然是有权谋的、有眼光的、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他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及时出手，
把自己的儿子推向王位。秦昭王初年，秦国疆土包括关中与陇蜀全境，且拥有黄河崤函、武关、瞿塘、朱显塞，东与韩、赵、魏、楚四国接壤，而此四国也正是秦国称霸中原首要攻克的目标。秦惠文王在位时便有东出中原称霸天下的雄心，但时机尚不成熟，地处秦国西北边境的游牧部族以义渠为主，时常进犯骚扰，使得秦国兵力无法集中进攻东方列国。义渠国的百姓长期以打猎为生，有着极强的战斗力。公元前327年，秦惠文王在位时期，秦伐义渠，义渠战败后臣服于秦，后来趁着中原诸国混战背叛秦国，朝贡于魏。魏国联合赵、楚、燕、韩四国攻秦，义渠王趁势起兵伐秦，秦人败于李伯，也就是今天甘肃省天水一带。这一重创减缓了秦国东进的步伐。秦昭王即位之初，主政的宣太后想降服义渠国，帮儿子解除东晋时的后顾之忧，但边境上的抵御战，秦国每回都损兵折将，占不到丝毫便宜，贸然强攻并不利于秦国。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宣太后既担忧又眼馋，经过一番打探才找到了突破点。义渠戎王虽治国有方，但贪欢纵欲，稳住义渠戎王似乎更容易达到秦国东出中原无后顾之忧的目的。秦昭王即位之时，义渠戎王前来朝贺，宣太后借此机会接近义渠戎王，而义渠戎王对宣太后美色的垂涎，正好迎合了宣太后对义渠怀柔拉拢的计划。一个异国的王就这样沉浸在宣太后的温柔乡里，雄心壮志逐渐被消磨，对秦国完全放松了警惕。说到宣太后啊，就不能不说宣太后的一桩绯闻吧，因为要说浪漫的话，因为她的确这个故事并不浪漫，就是她和义渠戎王之间的故事。她曾经勾引义渠戎王，这个在义渠戎王来朝的时候勾引义渠戎王，和义渠戎王呢发生了恋情，最后呢两个人生了两个孩子，在充分取得了义渠戎王的信任之后，她果断地杀掉了义渠戎王，并且及时地派军消灭了义渠戎王的国家，使得秦国解除了他向东发展的后顾之忧。没有人会想到曾经骁勇善战的义渠戎王会迷失在风花雪月之中，最终死于红烛帐下。历时30年，这个风韵与智慧并存的女人，在秦国大业面前依旧坚守初衷，最终选择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义渠戎王更不会想到，他和他的国家会葬送在一个与自己相伴30年之久的妇人手中。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人说宣太后作风不检点，当然首先秦国偏处一隅，在男女方面不像中原地区有那么多的礼节的约束，宣太后本人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耐得住寂寞的人，但是她和义渠戎王之间的这个事情啊，就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男女之间的私情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完全是宣太后以他本人为诱饵使了一招美人计。身为楚国人的宣太后虽是贵族出身，在利益面前却不拘于传统，对于秦人或后人来说，她都不过是一位手握权力的女人，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奇特手段而已。只是这手段充满了女权主义色彩，后世少有。对于秦昭王来说，母亲这样的助力方式却是自己无法评论的，因为她有效地稳住了义渠国的骚扰，给秦昭王施展东出策略，扫除了后顾之忧。当然也可以看出，宣太后在当时应该还是很有魅力的，40岁左右了，那么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勾引了一个他国的国王。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宣太后本人，她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她在与义渠荣王交往之初，其实她的目的就不在于说我需要义渠荣王这个人，我需要的是你的土地、你的国家、你的人民。与宣太后不同的是，舅父魏冉凭借着出色的政治军事才干，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国事政事打理得井然有序，成了早期维系秦国上下和睦、朝野一致的核心人物。在宣太后和魏冉的领导之下，秦国稳居西部半壁，国事蒸蒸日上，政治稳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304年，行完官礼之后的秦昭王开始主持朝政，同年与楚怀王会盟于黄棘，即今天的河南省新野县东北。秦王归还上庸之地与楚国，上庸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东南。楚国疆域广袤，物产丰饶，秦惠王12年时，历令智昏的楚怀王因心动于秦以商于之地600里换取与齐绝交的提议，割断了与齐国的联盟，最后却被秦相张仪欺骗，600里不得，只得6里。楚怀王一怒之下与秦交战，结果大败，秦取得楚国的汉中之地，其疆土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楚国的实力和声望也都遭受了重大损失。黄棘之盟之所以发生，这是因为双方各自都有这方面的需要。作为楚国来讲，在秦惠王的时代里边，楚怀王在秦惠王面前是吃了大亏丢了大人的，上了一当，然后又上了第二当，派军去打又没打赢，所以他急需要在秦国这边找回自己的面子，咽下这口气。秦国来讲，秦昭王继位之初，国内有所谓的祭君之乱，持续了好多年。那么秦国需要有一段时间把精力放到稳定国内局势这方面来。黄棘会盟之后，秦楚两国关系缓和，秦国暂时摆脱了楚国的干扰，开始向韩魏两国进攻。韩魏两国苦于秦兵的骚扰，联合齐国，以楚父其纵亲而合于秦为由，和三国之兵力伐楚。楚怀王便派太子恒入秦为人质，秦国出兵解救了楚国。在秦昭王看来，这只是他在外交战略上对楚国施舍的一点小恩惠，却足以迷惑楚怀王。单纯的楚怀王本着大国之间利益互惠的原则与秦国交好，他不曾想到与不守顾常的秦国交好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惜黄棘之盟他这个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后来就因为楚国的太子在秦国与人发生矛盾，杀了人逃了所以呢秦楚关系再度破裂。史书中关于楚国太子杀人之事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太子恒是否能被原谅，这些对于秦国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太子恒杀人逃亡之事给秦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伐楚契机。两年中，楚国损兵折将，百姓苦不堪言，便遣太子入齐为质，以求与其复交。公元前299年，得知齐楚复交的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亲笔信。楚怀王看后踌躇不前。这一年中，秦国为彻底打倒楚国，不断兴兵伐楚，攻占楚国8座城池，大兵压境，楚国已无力反击，不得不忍辱求和。然而再次与秦会盟，能否为楚国换回太平，楚怀王不得而知。当秦国在东方诸国这个地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后，看到这个时候啊，楚国又重新与齐国呀走得比较近的时候，那么如何破坏楚国与东方诸国的关系，就成了秦昭王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啊。所以后来秦昭王才给楚怀王写了一封亲笔信啊，告诉你啊，过去的事情是你的太子随便杀人跑了，那过去的事情咱就不追究了，希望你能来一趟，咱们会盟，咱们重新确立双方的这个友好关系啊。面对虎狼之国的邀请，楚怀王单纯的相信秦国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不曾料到等待他的是一场阴谋，是自由的丧失。此时的秦昭王早已命人在武关撒开了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楚怀王这条鱼儿的到来。抵达武关后，楚怀王就被秦人劫持到了咸阳。秦昭王友好地接待了楚怀王，要求楚怀王先割让乌郡及黔中郡送于秦，两国再结盟交好。楚怀王闻言大怒，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在楚怀王看来，秦国的欺凌张狂无礼，他断然无法接受。秦昭王本以为把楚怀王抓到手便可以任意操纵，轻易地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但是生长在实用主义氛围中的秦王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楚怀王宁愿在一国为囚，也不肯割让土地。本质上讲，秦国它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讲信誉的国家。对于国与国的交往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利益，赤裸裸的利益。所以在他的利益面前啊，什么会盟、什么信誉，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抛弃的。公元前296年，被囚禁3年后的楚怀王在秦国国都咸阳郁郁而终。秦人最终也没有利用上楚怀王，只好把遗体送回楚国。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国晚期，礼乐文明崩塌，一切以利益自保为先，任何一点天真和单纯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楚怀王这个人呢，首先来讲他是一个昏聩的人啊，在当时的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当中，他没有清醒的认识，脑袋可以说一片混乱。这个人没有识人之明啊，他不懂得发现人才，
不懂得任用人才。能说楚国没有人吗？像屈原啊这样的贤人，他不知道去重用。所以这个人的死也很可悲，但是也不得不说，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讲也有他咎由自取的一面。楚怀王克死秦国，楚国新军出力，连年的战争导致楚国已无力再战。这个秦国曾经的侧翼大患已暂时不足为虑。《史记·项羽本纪》中评论：“秦灭六国，楚罪无罪。”楚国的惨败是秦国外交策略与军事攻击相互配合的极致。秦国要由中路东出中原，必须控有崤函、伊洛地区，方可出虎牢。而此时期，黄河北岸之丰陵与安邑尚为魏国所据，伊水以东之新城为韩国所控。韩魏两国恰好卡住了秦国向东发展的大门，秦国要打开这扇门，唯有击破韩魏之军。公元前294年，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担任秦军攻打韩国的左庶长，毫无悬念地攻下韩国新城。新城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的西南部，往西北不远正是秦国通向中原的咽喉要地函谷关。历史上秦国能称霸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所依靠的不仅仅是阴谋诡计和强大的军力，更重要的是对人才的重用，不拘一格。在新城之战中崭露头角的毛头小子，正是日后血洗疆场、令六国闻风丧胆的秦国悍将白起。新城交战后，白起因功爵位连升两级，位居左更。可以说白起自此有了将军之名。然而这次胜利并没有让世人记住他的名字，史书中也是一笔带过。仅一年之隔，秦国再次攻打韩国于伊阙，白起的名字如